各位家长，你哋好，我系包俊伟神父，长沙湾天主教圣劳连座堂嘅主任司铎。咁有九月到而家喺学校里面咧，我有好多机会同你啲仔女接触。咁你啲仔女咧系翻天主教学校，有好多嘅机会聆听福音嘅故事啦，理解天主教信仰，喺理解都系可能都会相信嘅。咁我谂紧你哋做家长咧。其實你都有機會去認識在學校裏面你的仔女關於我們的信仰所認識的關於天主的慈愛、天主的啟示、天主對每一個人的充滿愛的計劃。在香港呢有大約五十多個天主教的堂區啦，每一個堂區會安排一些課程叫做舞蹈班，咁呢個課程咧係為幫助願意有系統咁樣認識天主教信仰嘅人咧，喺大約係年半至兩年嘅一個課程啦。咁所以如果你哋有興趣咧，我都想邀請你哋即係參與。你喺封信裏面會見到有個全港天主教堂嘅一啲嘅資料啦。咁如果你住喺長沙灣，你去過嚟呢邊啦。或者你住在其他的地區，你在家附近我相信都會找到一間的聖堂，你可以去問一下去查詢究竟，如果自己想參加這個舞蹈班，不是舞蹈班，是舞蹈班，你可以怎樣做的，我都想邀請你們去參與。如果你參與之後你覺得哇有興趣，或者可能將來都想領洗的，都可以的，即係唔一定要領洗先至可以上堂嘅。總之你有個心想認識，更加認識呢個信仰，就你有資格即係上呢個課程啦。好，祝你哋平安，身體健康，拜拜。